坏了，直接被做掉了。天道的伤也不够了，我们来下个月塔，怎么这也被换了？哎，说不该被换了，应该是稳稳的月塔了。帮帮结束了，帮帮那个炸弹扔哪儿去了？玩炸弹的人就要配硬曲啊。反正派克能游走，我自己玩自己的就好了，他游走的时候就自己稍微注意一点。文经验，文经验，炸你！我没炸到。我想吃线，哥们别搞啊，这波。OK， 完美的塔刀炸，哎呀没炸到，再炸，炸完就走，还炸，吃吃吃吃！给他让一个嘛，他都来支援了，你拿个头应该的啊，别客气，不要跟哥们客气啊！你来一下，你就得拿头，你不拿300块钱，你别给我回去啊！啊，他都说了炸弹人绝活，哎，知不知道主播其实炸弹人绝活？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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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行，我得再放一遍。请神不行，我得真得再放一遍，再请一波神。对，真请神，请一下杰克爱。
头是不是应该给我啊？biu 我炸弹人是个中期英雄，他后期就没什么用了，后期作用就很小，要在中期的时候把作用打出来。啊不炸不死他的呀，压力这么大吗？压力好大呀，这个们压力太大了呀，大懵了，这压力。这个闪现我确实是没想到的，太大了，这压力，吓死了。我踢不了兵，现在时间还没到。拜拜。下平 A 一个那个，在上半区是吧？行，那我小心一点。炸他一下，这维罗斯挺难受的，一看就是跟炸弹人对线的少，经验不够丰富。对，一看就知道，就感觉这维罗斯应该跟炸弹人对线比较少。想看一下怎么让炸弹咬我们？
打爆炸挑时维鲁斯最好还是出穿甲装备，主要是 AD 位的维鲁斯打爆弹 A 不到爆弹的，最好是出穿甲装。嘿嘿嘿，我需要等待辅助，不然男刀可以单切我的。炸完就走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妈被烤了。快跑快跑快跑。好惨一哥们儿，太对了，围不了塔就很难受。哎，他这样被我炸的话，有面具。但这样换血还好，他被我炸就行。好玩好玩好玩，太好玩了，爆弹给我炸，我玩的爽呀，对面就不爽了呀，相对的啊。要不要推？来来来来来，出动，把他下塔也给拆了。炸完就什么意思？压力这么大。他妈拆迁的，塔都没了，下路塔、中路塔。行不行不行，还是要等兄弟啊，不然男不是被近身了就不好打了呀，怎么被男刀近身，那我就笑不出来，我就要哭了，还是要兄弟啊，旁边很需要兄弟的。来来来，推上推上，什么意思啊，都冲了，我呢，猜猜猜猜猜，我炸炸弹人是中期英雄，后期就会有点那个，所以中期的时候要提一下推塔节奏，要么就是这边有大爹能兜底，那种后期大敌人感觉没必要吧，真推了，开完 OK， 好好好，
不行啊，有人不让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有人不让拆。这些塔全，这几个塔都是我参与的呀，四个塔，八个塔我都在都有参与，都是哥们炸的。完爆弹是要 OK， 直接丢大招，不用动脑，直接丢就行了。玩爽这把，玩爽的爆弹闪现炸回来，这把玩得很爽啊，主要是相对